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这个我没问了，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你有开口吗？没有，应该是没有。小瓜呆哦，你是不是带错边了？还是脆皮叔？Ben Ben Ben， here we come， here we go， yo yo yo， 预备起。嘿嘿。有我讲什么？跟他这叫冰冷的状况。他没有了，他就是带小孩上课啊，他过得很自在啊。就像我打电话给新农，我会打给新农啊。我这次来不及，你可以来参考我这个秀。我说下次有机会办除夕或跨年、过年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来参与。他说他会仔细考虑，说我会联络啊。所以他现在都会接电话，会跟我聊天嘛，聊日常，还会传以前我们过去表演的影片给我看。那我就知道他对这份工作还是有热情，只是怎么样让他出场，怎么让他这个去面对这个。因为小孩也慢慢要大，我觉得有点可惜啦。他的才艺这么出众，这个状况还好吗？这个我没问啊，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你有开口吗？没有，应该是没有。人情一流，多一流，多情一流，人一流。啊，我在这里笑，笑哎。恁搞是西吧？是豆干娘吗？当时，哎呀，好可怕哦！好像，可是我们等一下。都混浊了，到底是啥？是啊，月光吃梦啊。对啊，我白落过啦。我出场要先带来一首歌叫《送给大家》，哎，送给大家，好不好啊？好。向人尽头那无你，也孤单。那无你呀，谢为我，你是我，你是我。这人太无礼貌了，你这无礼貌，你怎样？我叫你真真正正乌白龙君啊！什么秘密？原来是你，哈？两个人大战数百回合，银弓相向，水滴千条。两个人你来我，大战三百回合了，不分胜败。两个人大战一战一战。这是下身一个气，下到下面的气，下面的气。我们的棍从腿跟上他，打在继续，啊，继续。飞上路来解救咯！等到有啥物稀奇，有钱的卡一边，看来看去也是有欺骗的人较介意。风啊，请你将我的情从天边，化成雨水，也是不改情意的伊。啊！哎，安怎啦？安尼啦？安怎啦？还有人唱歌啦！哎哎，堂主啊！喂，我的头毛哦，不能先卡开。啊！今日看到伊哦，看到伊就哪样啊？不是耶，我是看头一摆人才敬业。什么东西？后边都威有无？哦，因为我是中介人，林林。哦，白龙棍的中介人。我系头毛咧，我系头毛的对。来来来，贴个表，都贴个表，卖给阮飞姐看到。丢啦丢啦，哎，卖我。阿表，飞姐看到啦。我干嘛？我今麦赶紧赶快拿过去。没啦没啦，没代志没代志，我叫帅哥陪你。哦，哎，你都卖看我表，卖看我表，卖看我表。较乖，较乖，卖我看到啦。哎，卖个怕，卖个怕啦。你阿妹妹。直接卖看，卖看，卖看。好啦。好，咱先来等。你卖个怕啦。来，卖看，你看一遍，你看头前头啊。嘿，你看一遍。
乖。你啊，你用边个？我这边。啊，好，啊，你甲抓起，好，我甲抓起。你先啦，伊喺徛你这边啦。哦，那你徛这边。你徛你这边，你莫挂袂掉啦，莫挂过来哦。你是要啉水？水。哎，水哦，水。你是要困埋在碰伊？哦，伊这么简单，这啉水你搁回头？哦，恁真邪是哦。哦，我要恁气死！顺哥，我来看。啊，去弄掉。你紧唱啦，无伊两个没完没了啊！恁两个去甲对阿小拍吼，还卖咁差。对啦，真正是哦，无乖。好，阿迄个，什么歌啊？什么歌？卖我过来哦。因走啊，车来接去啊。三月四啦。好，拍波好，卖快这边，有你的画面，好，慢想。啊，你已经失去真多，何况为情为爱来受罪。梦也好做青春啊，我挂念也是你一个，我袂。唱啊，无唱啊！哎，你唱啊，是无唱咯？俺唱完了啦，俺已经唱完了啦。我跟你讲，你把唱个真有感情呢。你是来听歌的呀？等下我顶多喝。安娜。等下两个都去，我顶唱啦。我在那边那唱，那那听啦。咦，无啦，芳芳，我跟你讲一件代志。你敢会当先请医生？不是啊，问题我今麦无法度静的啦。先来去休困，我没有办法静下来。你两个去徛咧楼梯口遐。对啊，卖乱啦！为什么爱徛遐哩？动作只都是听的哦。嘿，好啦，我来去后边。你后边，好好去清洁。啊，你拄喺三位说。无啦，唔是今麦啦，等下人走了，咱较冷静。人走了，我有姐姐，后边都有人。你是要唱我想听？我那龙虾较好听，龙虾。啊是你爱唱，阮两个来听。哟，好。你两个先退去后边，对啦，先退一边。不要弄啦。退一边，哦。啊你，
讲话拢讲不出来，要怎去唱？你一笑，一笑，甲声拢缩去啊！哈，你这麻烦嘞，今日买出一条两个男男女对唱的歌，好水。系啊，好，无咱大龙跳滚者好。今晚中午啊，你我把酒叫吐开去。爹咪，不会叫人的、啊。爸爸，你还知道我是你爸爸？我知道，没有。爸爸真的是你爸爸？胡子也不刮一刮，头也不剪一剪，你这样到上山去，不会让人家当成山猪把你打掉？有，我胡子是因为留的比较有性感，我的头发其实已经都剃光了。啊。爸爸，好了，我很自爱。我知道你，你也不想一想，你今年几岁？我几岁了？到现在没有给我娶一个女朋友回来。我才十八岁而已。你十八，你骗鬼！你是，我才长出来毛哎，这里长毛而已。你十八岁？对，十八岁就可以结婚了。我们原住民十六岁就可以结婚了。不是，我以前十四岁就结婚了。你十四岁就结婚了？你管我！但是我还有两个大哥哦，也对哦，两个大哥都没有结婚，也没有交女朋友，我不好意思给人家那个。你大哥、二哥还没有女朋友？没有，没有结婚，没有。所以你老三不能先结婚，这样讲真的对。如果老大、老二，你给我出来，一天到晚不在在里面干什么？你看看，三个都没有女朋友。要我怎么办呢？我没有孙子可以抱。你告你自己说，你今年几岁了？哑巴，我跟你讲，不是我不要有女朋友。嗯。珊珊又没有电话。嗯。又没有网路。嗯。我们家里也没有 WiFi。没。没有没有摩托车。你要怎样去平地找女朋友？哦，你很笨的，你去山上看到有人就给他那。啊？怎样？给他求婚。哦，求婚。香。抓山猪抓回来，这样对吗？和你们三个讲，哎，是隔壁村庄那个部落有一个许家三姐妹哦，今天要那个结婚，哎，去抢，统一去抢。三姐妹，不好意思啊，那抢到就是谁的？我又想到，问题是隔壁的村庄要走三天呢，今天他结婚，我们来得及。舞台上三步就是三公里，哦，是哦。你先去抢，我先去。你平常打猎最厉害。哦，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去抢回来给我们看看。现在吗？对，抢亲，大哥加油，一定达成任务。给我抢一个回来。对，我们的传统就是要抢亲。对，抢亲。祝福我。好，好，祝福你，快去。祝福我，没有抢到不要回来啊，小姐。来嘛，来嘛，小姐。哎呦，怎么有这么三八的原住民哦？你是在哪里上过班是吗呢？快点啦，我爸爸说不要用抢的，我知道你喜欢我。那么远都看得到，你要做好哦，你都不会反抗哦，这么好抢哦。啊，就有人要就赶快叫了呀，因为我也想开了。坐好，你坐好。好紧张哦。等一下。我铁定配不动。大哥加油，大哥。来，掌声一下，我才有力量哦。大哥你加油哦。大哥加油啊。哈。掌声不够大。大哥加油，大哥好厉害。哎呦，有够重的。我去了。哦，大哥。哎。嘿咻嘿咻嘿咻，软脚了软脚了。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哇哇，抢得好，抢得好，好抢哦，他好
抢哦！我大儿子当然抢啊！你有这么棒吗？快快快！抬不动，不要再拖时间了，快！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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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房间，这边这样直接拖进去哦！拖进去没有？看到没有？你大哥很厉害，大哥哦，大哥孔武勇力呢。那个大姐长得蛮漂亮的，是哎，那个二姐也不错，一定一定棒。去，好哦，越来越漂亮哦，来了。哦，小姐，我要来那个抢亲啊！哦，啊，所以我想要等很久了。对，哎，不，坐错边了。啊，你要坐这样也是可以试看看的。因为，对，我那个妹妹啊，哎，妹妹，年轻人是没有经验呐。哦，啊，这样子不开心啊。啊，比较有感觉了。比较安全啊，好好好，这样我可以抱你抱得比较紧。好，小心哦。哎，小心哦。哎呦。Oh my god. Oh yes. 哦。哎，潘姐，我要先下去哦。去帮他，去帮他。三弟救我，三弟。想开了吗？想开了吗？啊啊！裂掉，裂掉的，叫救护车啊！哎哎，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是你自己坐上去的，然后两下你就说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直接带回来，直接带回来，我卖水，我卖水了，带回来，带回来。啊啊！哇，这个好，这个好！爸爸，啊爸爸。带进去，好，我抱，我抱，我抱，干什么？换我，我要抢，我知道，我要抢一个，越来越嫩，还有一个三妹，三妹，听说三妹是最漂亮，对对对，最年轻，赶快去，我去哦，椅子要拿吗？要拿，我不好意思啊，没有关系，听说很漂亮，抢回来，快。等一下，等一下！爸爸，爸爸，好可怕！这个有水哦，好可怕！怎么了？大爸爸，大王，请赐死！别想死！是不是女生？很可怕哦！是不是女生？看不出来。去看看，我去看，还要再去看。这一次不可能让你跑掉。事情的发展是我的老三被抢了，没有关系，带走。有其中表演方式，我说对位歌。哎，连西连哥该谁谁来？两条瓜插社会一种的。两条瓜插社会。插社会。对呀，对位歌。对位导演啦。有这款的嘛吼？啊，一条红歌，一条导演的插社会啊。原来我两个看嘛。这意思嘛，这意思嘛。我两个各看嘛。好啊，好啊。是有，是有。来来来。来，你经什么歌？我拢可以啊。你拢可以。哎呦，我可以啊，请。我经那个真情好了。真情哦，真情的和弦啊，真复杂呢。哎呦，哎，我想看卖哦，真情安尼。有会啦。安尼，我唱一首这个巧合。来，对位歌曲过卖，我打波表演者哦。来。到你一生再一回，真情我留下几滴眼泪，在这个静静夜里我们要离别。小等下，你安尼唱真情唱得怪怪，你无模仿我拢感觉怪怪。我怪模仿，模仿下面两个对位歌已经就困难啦，应该模仿。因为阮无什么才艺，咱是无什么才艺，新郎的才艺不得了。我是头毛地给他拍算。啊，什么头啊？啊，我模仿什么人？这头很丑哎！你是小瓜呆哦？你是不是戴错边了？还是吹笛书？
好可爱哟、喔！今麦咧上流行的咧、我要模仿什么人？我用蹦恰恰唱真情，是，你用费玉清唱巧合，费玉清写作呢？费玉清没在讲掉油啊！我今麦无看，我今麦写出来呐？哦，写到就拜。你很像脆皮酥那个。脆皮酥。哎，我们费玉清哦，我先开水姐，费玉清模仿哦，也唱歌有三个重点哦。哎，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那唱歌的时候会这样，还点着点着，还点着点着，他喜欢玩了呢。你紧张哟！你是在数拍子，你在打好多拍啊！哎，啊，第二个重点就是，伊唱歌的时阵，你唱快，看不到他的脸，只看到他的脖子。哦，阿姆过来，阿姆过来，哎，阿来，你别再野想起来了，你还当阿婆的落去？你野话，管你先讲，你先讲。哦，一吹新曲安尼哦，哦，阿来，哦，啊。有时阵在看到后边的背景，也是的。哇，下腰了，对了，对，筋开腰软嘛，嘿。哦，定起来，定起来。我那个想费玉清，都看到你看到你，给他看点。不行，刚刚带错边，哎，这样像了，这样像吗？这样好看多了。你好行啊，哇，你这样很像那个肺结核。哎，前辈，你边啊那边的前辈拍一下分数的呢？我卖拍分数，拍野哦。慢慢听到你一声再会，我流下几滴眼泪，在这个静静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去早归，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仍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情在我心徘徊。各位朋友，费玉清。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遇在一起，相遇只一刻。我看你，你看我，相对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忘了我。两手要合在一起的哦。听到你一声再会，世上的人儿这样多，我流下几滴眼泪，你却碰到我。在这个静静夜里，过去我没有见过你，哎，怪怪的，你没见过我。只要你真情可贵，是否还能再见面？除了你不再爱谁，谁都不敢说。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以后我会见到你。在我心徘徊，你忘了我。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好难哦，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是否还能再见面？除了你不再爱谁，谁都不敢说。让我们轻轻说
再飞，以后我会见到你，在我心怕一回，你忘了我，在我心怕一回，你忘了我，在我心怕一回，你忘了我。为什么你的头发还在？没有掉下来，好黏哦！装对的，装对的，里面一定很黏，对不对？刚才有流一点一点水。七田大哥，麻烦你讲评一下这段安怎？啊，你讲的这段什么笑脸啊？那表演可以吗？没办啦，没办哦，没办啦。其实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临时这样子啊，对，所以说真的特别的好看，真的哦。你如果说套好了，那就不好看。干嘛套好呢？丢在那我有显摆啊，六十条瓜，我咧卖物件呀啊。长征鸭哥，长征鸭哥，长征鸭哥是我较早囡仔时阵唱的，我这你起码嘛囡啊，干嘛？我大概对你惊啦，你也对我惊，好啊，不，咱安尼好啊，即块咱规气来甲唱一拍，啊，大家做伙来卖便当那行呢，坐火车，来哦，坐火车，来，排队排，大家排队哈，好来，行行，安尼好排队，好来，好，不叫叫。来便当啊！我们所里刀哥太阳饼卖便当，你要卖什么啊？你要做卫生纸，鸡鸭饼，哦鸡鸭饼，鸡鸭饼，超生的鸡鸭饼。来，哎，哎，小，哎，小，小，小，哎，哎，小，来了，开始，哎，小，哎，小，小，小。长头皮，所以得来再会啦。等着机会，回家再问没有。总是交代伊，得心爱小姑娘，叫伊免担忧。来去多钱啊？但有钱我会转来，要收收光光收。点起来，摇来摇去，也有高台啦。哦，干了，便当出去，便当出去，好行。我行，怎么行？好讲呢。哦，不愿再听一个哥哥，所以暂时再会啦。等着机会。回家再问袂去，哎，干嘛？要去对啊？最好你我问，你身体哪平安？嘿，我唔惊简单，若有机会一定下辈安慰着你。要收收蹦蹦收蹦蹦，点车来，摇来摇去，已经到高雄。这是好了，小小蹦蹦秀，小小蹦蹦秀，六倍不？六倍不？小小蹦蹦秀，小小蹦蹦秀，小小蹦。哦，再见了，再见，再见，来来来，来什么了？你就算不飞了，哎，我飞白鹤原来今日生效呢。不是啊，啊，咱主要来个高雄，主要来去屏东，屏东要行嘞。你是释迦牟尼佛吗？不是，一颗一颗。不是，因为新的造型哦。今天我要来教我一位新的弟子，哎，唱歌。什么？怎么唱？怎么改变？要从最里面的开始改变。请问我的学生在哪里？啊，在这里。哦，哎，是哪一位？这位，男生还是女生？我一次不只来一个。女生。我没有学那种双修的哦。我一次只能来一个。女生，你打啊，请。我现在怎么唱？你先听一次，待会再郑重的用我的方式再唱一次。哦，真老师请了。要学我的姿势。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不要躲躲摸摸的走，哦，像上次一样的扮演。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传票还给我，要偷偷摸摸的说，我可以还给我妈妈。大家跟我 say yeah， 再一次 say yeah， 手举起来 say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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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就是这个样子啊啊。你是你要走，再真实一点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阿汉你，像上次一百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你妈妈。谢谢大家。对，不会多吧？老师来。有点给，哎呦，爱的就是艳。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说，我来唱，看咩呐？哎，他弄你耶！你讲啥？你讲啥？哈？你讲你有才调，唱伊要输在你啦。对啊。没有关系，老师，这位大师是是是，今天这位学生有人代唱，代唱，哎，你代唱，老师，你没意思呢，你怎么教我唱歌比较快乐？你那，这是要用180度的反转你以前的这个对那个哭腔，对，没有，我用你是尝试用这个快乐，不是好像哦，是的，因为你唱歌以前的啊啊啊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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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哎。就会快乐了。好，有在唱，我要给你。好，来你打个，你多一点，多一点，爱的初体验，爱的初体验。你刚刚动作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离开我，今天的诠释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的半年，如果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很好很好很好，在你的身上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我的个蠢蠢蠢，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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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蠢蠢。哎，我讲一三句，到底是冲啥会啊？我觉得我的有的这个孙子辈的徒弟呢，许孝顺先生来模仿一下。嗯，你行吗？来，真的吗？来，后面的 rap 最刺激。Oh yeah, oh yeah, oh yeah。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来多吃西酒客，拢都走进来吃歹势。阿母啊阿母啊，我要嫁，公家公家你唔通嫁，皇帝我唔惊，派警察进来遐。我咧日本无啊，我咧西边俩。阿妹唱完啦。阿妹还没熬夜啊。那因咧阿兄是咧塞车啊，塞伊哪里爱车？唱歌较真诚呢。对啊，不要这么悲伤。别，不是以我，你台语台语歌嘴，那不是歹话。有当时哎呀，这个无管你死倒位啊，有无？对啊，你怕笑，对啊，这个无管你还搁伫咧哦。哈哈哈！这种对，这种好话，这种好话。真的吗？哎呀，死我，你那水干咩？哦，这鹅肉嘛，鹅肉鹅肉。不，你明看，你问看嘛，你就是。要死你那死干呢？我是讲要水，哪会讲死哈？就奇怪。所以这
平常时爱注意哈，莫他妈耳光有问题，他干嘛问题了吧？哈哈哈哈哈！转转转头要不要 ？Bang bang bang， here we come， here we now， yo yo yo， 预备起。嘿嘿，差飞了。你是黑哭哦？你的英语还未晓啊？我跟你我跟你讲，我慢慢跟你教一人。即马等伊大家拢会晓，来老师那个节奏叫。你莫别教。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还是这个？你麦克机盖让你呼火虫，这种 check it out 掉。check i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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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t out. 这不好，我会去一下。I'm gonna 关掉，尤其闪掉，卡机转掉 ，check it out.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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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的。哎，那安排，欢迎，哎，欢迎对吧？我看你唱会到吧？二十个，预备。哎，老师给节奏来，预备。火哈，火出火火火火哈，火出火哈，敲门敲敲门敲门敲敲敲。OK, one, two, three, four.吼吼吼啊吼吼！哎呦，你是 K 卡哟？干啥的呀？你是 K 卡？赶快哦！吼吼吼哈，不是吗？好啦，那你还是乖乖唱歌。你唱歌，你唱歌。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总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把过去却凑成一段神话，然后像彼此一样遗撒。我们这么在乎她，却没了全部抹杀，越疼她越伤心，也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不认识你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能与我不小心又想起的，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多谢多谢哦，那婆家呢这么澎湃，我心情是现在足欢喜的。谁弄的？哎，是什么人有叫老能呀？天王吧，天王兴隆啊，兴隆。哦，都是天王嘛。对对对对对对。天王懂的，我本人啊。可是他不是赚了很多吗？赚了很多。我们前阵子新闻不是有播吗？他没有承认呐，他没，他说得奖那个事情，他应该不缺了才对。得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原来，还有点什么乐透彩什么？对啊，这是贵的代志了。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牙秀起来，哦，他手放来，我想要分钱的牙秀起来。你加减，你还大方红包加减不掉嘛？啊，你唔在好嘢啊？你再搁丢？丢啊！真是啊！你天珠这嘴你嘛也捐献去？都会，你拢假啊？你拢假啊？他现在只有入住了。喂，你讲什么？没有，只有入定了。喂，对，入定。卖我没讲啦，我度假去这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超猛的，我能讲。对，超猛的。本身这首歌是泰语文歌，泰国歌。泰文。哎嗨，作词是何启宏。哦。但是我现在唱一段泰国，泰国版哦，泰国版的正宗版。泰文的呀，泰文的。现在给，哎，老师请啊，不得了，第一次演唱泰文版给大家听，我往下吹的，谢谢。昆门台山那昆门昆门来，夜昆仔山那昆门昆来，春昆门打卡来山瓦地卡，夜春昆门打布拉巴卡来，山昆来山卡努昆昆来来，夜昆仔山那昆门昆来，夜昆门打卡来山打昆来，夜昆门打卡来山打昆来，春昆昆来春昆来，春昆有昆罗。
妈奶呀真呆呀真浓不准那姑娘啥奶呀真呆啥真奶要我上我的塔来呀闷闷咋那姑娘奶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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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您怎么所有的奶奶都来了？对呀、啊，哦，泰文歌曲就是这样，它听起来很亲切啊。啊，对。其实这首歌在缅甸也有翻译，啊啊、缅甸版，缅甸版的老师婆在。那的奶，撒达不努不努奶，呀跟在，撒达布拉巴卡麦，你滚滚撒达呆呀滚滚奶，是不？爸爸蹲坤呆，哎，好了好了，老师好了，赶快，韩国哎，我歌词记不得了，缅甸、柬埔寨也有唱这首歌，柬埔寨有，柬埔寨老师，干波姐，好了，有个奶，他打个不出母奶，母母奶，他打个二八奶，中跟奶啊，我歌词忘记了，怎么那么多奶？歌词忘记了，这调跟他多一调，下面不赶快，在笑，隆隆中不赶快，来这边大家买啊，来韩文版，哦，韩文版也会，嘿。很长的隆隆咚拽，叮咚拽，他听了他们都拽，叮咚拽，你奶奶和你哪公，你哪做拢来？你喜欢写的酒魂呀？真正的走红在辽国，辽国，我没听见不？辽。我没点，我没点。你们哪个当机？辽国，欧北来，欧北来，你请来的舅舅欧北来。不是，因为那个都是热带国家哈，语言都相同，差不多，很像，对，很像，大家回去听就知道，真正的那个每一个的版本呢。我平常拉瓦古，天龙不是你啦，你骂我，天龙是我。是啦，是啦，你完全弄不掉啦。开车哈，经过高速这里，听到有人说天王，你就跟叉车啊。当然我就叉叉就起来啊。哎，以前做工地秀的时候，都大家知道，一听到喊我的名字，我就要上台，一天都要赶很多场。所以我的名字叫天王，叫天王就可以啊。当然了，我给人来，我们听一个，哎，天不拉个喜欢天王来啊。欧北来，会痛。听说要带来这首歌，是等于是第一次在台湾演唱，能够在现场唱不得了啊！经典中的经典，经典的歌曲，李宗盛先生带来《山丘》。想说却还没说呢，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究竟为人何？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着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啊，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啊，每一个山丘。让我们欢迎林忆莲。哎呦！哇！越过山丘。
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Oh my god！ 哇！李宗盛跟润儿，哎呦！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喋喋不休是我与的哀愁，像爱情的挑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只是死方休。为何记不得上一次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哎，一连不要激动，李大师，你还好吧？哎，那个李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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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两句话。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忆莲。哦，谢谢。好。哎呦，今天今天这一个表演啊，我竟然完全入戏，相当完整，完全入戏，很完整，很完整。那从头到尾，你看你一个口气，一个什么，然后甚至啊，我们还没开录之前，他个人入戏的程度。令人感动，但唯一的败笔，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有眼睛都知道，有眼睛都知道啊，怎么会想要找忆莲姐姐来？很难得同台，我保重啊！一起来看看下一组是什么。以约德尔唱法走红的石井健雄，用高难度魔性七次转音唱法完胜 PPAP， 成为网络爆红神曲。对啦 ，Chicken Attack， 对不对？哦，鸡鸡的攻击嘛，对不对？石井健雄来喽！对呀、啊！哎呦！哎呦！健雄哥，健雄哥！奇怪，怎么看你出来，觉得你怎么哪里怪怪了？对对，奇怪啊，头上有毛啦，不习惯啊，不习惯啊。大家好，大家好，新哥，新龙哥啊，石井健雄，师兄好，太棒了。你那种唱腔叫什么唱腔啊？很特别啊。啊，约唱腔啊，这个唱腔叫做。约德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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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德尔在中文的歌曲里面就是刷定欧高。有嘞嘞，有嘞，好嘞，好有嘞，有嘞，好嘞，就这一种。那个是台语歌曲，你刚刚讲国语歌曲。刷定金山上一个黑工，你是说唱的少爷。有吗？国语的吗？约德尔唱腔在早期发源地是在瑞士的哈尔卑斯山上。哦，阿尔卑斯山。哎，阿尔卑斯山上面呢，为什么有这个唱腔呢？因为当时的牧羊人呐、啊，牧牛啊，他们这个远方要牧羊人牧牛，对，是叫牧
是洋人的，受不了了，而且马上还想混，你们大家都没在听，神经病，都没有把牛跟羊叫过来的时候，应用这种唱腔，牧羊吧，然后有雷哦，雷。有的有的有的，所以他叫动物，他是用声音来判别，所以你看他听到这些很特殊的声音，他就过来。石井健雄带来这一首歌，来 go。就叫做兴隆，那是个创作俱佳的男歌手，从主持人到演员持续创作，唱片制作大家都说他过去，但是他不离不弃。 Chicken 啊 Chicken 啊，他不要松懈，在白天或是黑夜，小心光头反射的光射到你暗淡的脸。说他中了头，他没有中过了头，他唯一中的就是他的老婆。他有的两个亿，每个男人下面都有。现在开个玩笑，你们别跟风。啊，不要松懈，在白天或是黑夜，小心光头反射的光射到你暗淡的脸。Go chicken。中了头，干嘛还出来走？一定躲在家里抱老婆。媒体别再胡说，网友别再胡说，放过没中露头的青龙。有时候在外行看热闹，但是内行是要看门道。欸，这个没有唱功还唱不了。看真的，真的。你试试看来。啊，不好唱，不好唱。哎，还蛮容易的嘛。其实难的难在 key 很高啊。OK。本来想要称赞你一下，后来台歌一唱，我们觉得哎，很普通。宪哥，我必须要说一句，那个时候王大道如果兴隆哥来参赛，大概是第十四名。他是评审，他是评审，对不起，听到大家都有，每一个都是评审，我都评审，没有做评审，我忘记了，所以你看，我忘记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